65公里到米哈斯，现在是早上9:38，太阳非常的大，山顶洞速限100 A92，我们要往塞维亚的方向，再接往马拉加的方向，要去米哈斯。
出口下交流道。地名啊，第一个出口要出去哦，不能跟我看一下，哎，可口可乐。